在我背上。哦，是不是客户老母若发作的时阵，伊也袂记密码，所以哦，就写在便条纸顶管哦，提醒家己。真是种老大了，有钱就开始唱金条啊！真正是老伙仔习惯嘞，啊，这么侪金条，我偷得几条走哦，应该袂发现才对。哇，真正有人嘞，而且佫武功嘞乒乒乓乓，敢是江总裁一透早就来上班啊？哦，那安尼哦，我赶紧来找伊报道啦。这就表示我著甲伊同款，透早就来上班。安尼香无声。原来是你这只大鸟鼠在总裁的办公室咧乌白鸟，你偷摕物件吼？谁讲我偷摕物件啦？我是咧替总裁摕物件。卖骗，摕物件，敢有可能叫你摕金条啊？而且我拄只入门的时阵，看到你的表情足心虚哦。哦，我讲的无唔对哦。我即马都甲总裁报告，讲你这个查某囝惨，你偷摕的物件。准你走掉，哎呀，不准卡啦！会当甲你创空呢？我哪有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？放手啦！陈仲俊，你通已经哦有30亿个啊，卖遐尔小贪啦，卖妨害我提钱的。什么咧30亿啊？迄30亿，我家己公开用的嘴里啦，啊！我是要偷吃，我冒着性命危险。啊，我嘛是冒性命危险来做的啊！啊，不然的啦，你提你的，我提我的，互相哦，拢卖抢对方的地盘，安尼用的无？不，你即卖已经我向孙北海迄边去啊哦，伊是一个大头家哦，啊，你甲伊关系毋是真好，而且听讲啊，伊搁走去你的办公室替你看风水嘞，你就去哦挖苦伊就好啦，闪啦闪啦。哎，卖搞丢。坏了，我被干掉了！出来！我讲，咱安尼弯来弯去吼，对双方拢无好处啦。啊，若是两败俱伤哦，连一块金嘛都摕袂到，颠倒。好阮隔壁哦，掠贼在庄啊，安尼拢无路用啊。嘛对啦，啊那呢，你都分我啊，见者有份嘛，啊分我一寡，你也袂枵死啊，啊。好啦，啊分你就分你啦，啊你会当摕偌济就算偌济啦。啊，不过摕正钱哦，我喊三声，先甲武器放。一、两。恁两个冲啥？总裁！哇，恁这好大胆呢！竟然敢走来我办公室，甲我偷金条呢？无啦，客户，我无偷摕物件啦。目睭金金啊，讲白贼吼，
啊，金条给他交出来哦。啊，若无，我就报警，叫保全起来，让恁两个人哦上新闻，身败名裂。总裁啊，我不是来这偷摕物件，我是来掠菜啦，是饭菜啊，伊偷摕你物件。陈道俊啊，啊，唔紧甲物件交出来，让阮客人看。你错啦，你，你把我头上金条，你把它交出来。敢后背帮甲试看卖你？你会当甲我后背帮，我袂当甲你帮，安尼无公平啦。好啊好啊，金条金交出来，放在桌顶。啊若无，我就报警察啦。在家呀？无，饭菜啊，身躯顶还佫头上两条。哦，我哪里在偷食？提出来。真正拢无啊？真好啊！恁两个哦，把乖乖陪你啊，我即马报警察咯，来抓恁啊！无啊，总裁啊！啊，你拄则不是讲，阮若是把金条交出来，你都袂报警啊？我什么时阵讲这种话哈？恁在我面头前偷着我金条呢，我哪有可能这样简单地放恁耍啊？客伯啊，拜托你啦！啊，莫把这件代志闹大啦，再给我们一摆机会好不好？是啊。啊，若是台人放火，还是外康公司哦，这款代志上新闻哦，嘛较袂漏开啦。啊，不过偷摕物件阁无成功呢，这若上新闻了，只要就漏开，阮的面子是要放伫咧倒，对不？恁两个名声本来就无介好啊，唔免烦恼吼，你的面子啦。恁两个哦，甲我好好跪伫遐，我即卖打电话哦，叫保全起来，好好甲恁看掉的。唔紧过，喂，即马派两位保全哦，去我办公室。我这摆的电话是要卡好将。总裁，啊，你拄则不是讲你要不结账啦？啊，恁两个哪会在我办公室啊？啊，我金条哪会在桌顶啊？你保养心哪几个啦？你这创啥啊？客伯，是安尼啦，你讲哦，即马金价有起呀啦，啊，所以哦，摕一挂金条出来，叫阮替你去处理，然后哦，甲现金回你的口袋内底啦。啊，我着好好诶，啊，换现金是要创啥啦？我嘛唔知啊，啊，你着安尼吩咐诶啊。陈仲俊啊。啊，唔赶紧哦，把金条摕出来。我来摕。下骹卖摕啦，迄我要捡起来，以后可能会阁起啊。你倒阵。客伯啊。阮即马吼，就是去处理啊，你放心啦，哈。等下。小弟啊啦，哪有人摸金条吼，行在路的，咱去有手气是变怎啦？
讲恁两个做代志，真正糊里糊涂的。阿是客伯吼，你想得较周全啦。你放心啦，阮等下先去处理啊，哈。总裁，看我什么吩咐？我讲有叫你起来。有啊。都这样哦，你叫保全哦，送我甲陈东俊去换现金啦。啊，是讲哦，这种代志哦，免因两个啦，我甲陈东俊哦，都会当处理好势啊啦。啊，无啥代志，等我出去，等出去啊。啊。我这老母的情形，敢那愈来愈常常发生啊呢？去了也袂去，我叫饭菜下摕金条去换现金。我赶紧把两条魂都找倒回来，啊，若无，唔知以后会安怎呢？我要出去，我要去找阮爸，我要甲因做伙食团圆饭，还佮伊。伊嘛在等我，恁放我出去，恁放我出去，阮做伙过头，拢要打起啊！伊，你拄只已经食过饭啊？我无，你骗我！我要找阮爸，我要找丁慧官，阿爸，警察要来抓你啊！你去边个？你去边个？爸，爸，你去边个？你卖乱说！爸，你干嘛来？我叫你爬起来哦！这是为了防止你跋你的棉床卡，你好好休困。不要紧无，我来过你的家，我有够做奶奶家的保养，我才将道成送下。对，安尼你就要较紧嘞，你不是摕着识别证啊？妈，你一定要赶紧离开。你紧想起来，你平常时准备的家私，放伫倒位？伫枕头下卡。对，紧点。